你们让我怎么说，家人们？我现在连王菲歌我能怎么说？我要怎么说？你们觉得？我没话说，我真的不敢面对王菲歌。虽然王菲歌，就像昨天我说王菲歌以后，我们都不要再见了。王菲哥说：“我们真的，我们又没有做什么，我们又没有仇，但是为什么我要说我们不要再见了？因为真的，在每次看到王菲哥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看到王菲哥的话，我这种身份的话。”王菲哥，我们两个以这种身份看到他的话，我真的我只会，心里面只会越来越复杂，我越不知道说什么。都让我连王菲哥是不是？聊一下是吧？那我要不连一下？等一下，我先。我每次看到王菲哥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，真的，就莫名的不知道想说什么。那我连王菲哥了。哎，怎么返回不了了？我看不了公屏了哦，可以了。哦，王菲哥您，不是，等一下我怎么说家门？你在哪里啊？在家里面。老家，你回去了啊？对，我回来了，没哎，跟你你现在说。坐什么车去的？我去那个高铁站找你，找不到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来找我，你去找我了吗？啊。你去车站找我了？哎，我直播间这些家人们说，他们昨天直播的时候，他们昨天说让我今天去找一下你。那么多人，你肯定找不到呀。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不是这个还，时间是定了。就1月6号嘛，是不是？1月6号时间是定了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我吃了。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就是你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就结婚的那种，是不是？这别人结个婚也没什么的，其实王菲哥这人不人是，都要结婚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朋友嘛。然后，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会不会邀请我和这直播间这些家人们啊？我肯定会邀请我家人们的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我肯定是要邀请的。我就不邀请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王菲哥，我邀请你，你会来吗？会来？怎么不来啊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
你平时可以，还是不来了，还是不来了吧。我这不是王菲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真的把你当成我最最最就很好的朋友。那你结婚还不邀请我？阿梅，刚好现在我也没事做，因为公司这边现在这段时间也不需要我管理嘛，我也没事做，要不我来你们老家玩呗？你之前是工作，真的要来吗？你不要来了，你工作之前是工作的嘛，现在你工作也不在我们这边了。没事啊，这个没有，现在刚好我没事做的嘛，就可以过去玩一下。你不要来了吧。怎么我来你们那边玩一下都不行了？现在。不是王菲哥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不是你来我们这边，我还是会欢迎的嘛，因为我们这边那么大，又不是来我家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这个。但是你还是在公司吧。但是哎，王菲哥，我觉得小小人家最近懂事了，而且也好了，也不会跟以前一样太任性，所以现在真的不会在公司给你添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回公司吧。没事啊，我又不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是不上班就没饭吃那种。你不要你替我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你为我担心什么？我没有为你担心啊，我这只是随便说的嘛。还有觉得小小，挺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和小小在一起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人家小小其实他也不坏，他对你挺好的，真的。意思就是让我和他在一起的意思，是不是嘛？没有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以前他可能真的他对你太好了，所以他才会做一些让你太那个的事情。但我今天能看得出来，现在你看到小小，你都就是感觉躲着他，所以他应该是。这个家人们跟你说吧，我就不说了。反正我觉得，小小对你挺好的，而且你也去公司吧，张总他们都挺好的，张总他们也一直把你当成他的儿子啊什么的。前面是，哎，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笨了，在公司给你添了那么多乱，现在我回来结婚啊，我这些也挺好的。你就好好去公司，然后其实小小也就是不给你添乱的话，你们两个还是可以好好。好，可以，我听你的。那我现在就给小小打电话，请他去吃夜宵。喂，小小，喂，王哥，哎。
你睡了没有？准备睡了。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？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吗？是。没有什么事情要说，今天，洗不好一起，我请你吃夜宵。你看你现在你都那么好了，还让我回公司，我就请你吃夜宵嘛。那我先收拾一下。好，我安排我司机过来接你啊。好的。挺好的。喂，小花，你去小小家，把小小接过来，我去，上次我们吃那个兔的地方，咱们去吃夜宵。行，好，接过来了，然后到我楼下来接我啊。那要不你们去吃了吧。好。再见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我挂了啊。小小人家那么好的女孩子，这样子挺好的。我们要支持他们，真的，我们要支持他们才行。我们要支持王菲哥跟小小，本来。本来不应该出现的，一直都是我，不是小雪。我都快结婚了，我难受什么？王菲哥又不是我未婚夫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我男朋友。我能伤心什么？我什么叫我流泪？我没有流泪，我没有哭，家人们，我哪里哭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动不动就哭呢？我不会哭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哭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真的，人家小小跟王菲。王菲哥他们才是门当户对，而且小小之前我就不应该出现。如果我不出现，小小肯定不会这么坏的。小小这个人真的，他心是很好的，他就是太喜欢王菲哥了。现在我走也是对的，我走的话真的是对的。以后我不在的话，人家肯定会慢慢慢慢的好起来。
也会慢慢慢慢的。如你们都说王菲哥喜欢我，我不知道，有多喜欢，但是我相信以后小小跟王菲哥，反正以后总会忘记我的。要好啊，要好好的，这样子，王菲哥这样子，我还为他开心呢。我，王菲哥能这样子，我真的已经太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是你背叛他，你们怎么说的好？只要是王菲哥好的话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不是你们怎么样说我都可以，而且本来这也是事实，本来这也是事实。小小没事的，小小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只要我不在的话，她会很好的。你们不用说小小有多坏什么的，小小这个人以前刚开始我们真的特别好，我觉得她就是有时候有点小脾气，不然的话她真的特别好。只要我不在的话，她跟王菲哥在一起，她肯定会对王菲哥很好的。所以说我走也有我走的好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早知道刚刚不连了，早知道不听你们的了，家人们，早知道我不连王菲哥了。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就不要说王菲哥哭了什么的。以后我会偶尔给你们开直播的，我以后会偶尔给你们开直播的。对不起，真的，你们帮我给王菲哥带三个字，对不起。去王菲哥现在应该还在直播，你们去王菲哥的直播间打三个字，帮我打，行不行？但是说实话，王菲哥能这样也挺好的。